冬眠，你喝醉了吧你？别老这样，人家会不好意思的，是吧？嗯啊，人家不开心吗？那我也不开心。冬眠，你为什么不开心啊？我觉得你们男人都是那种视觉动物，只关注这女生长得好不好看，这罩杯是 A 还是 C，其他的一切都不在乎，所以你们男人看上的只是一层皮。对，我不是。我觉得你也不是，所以你要替那些臭男们喝一个。烦什么？我烦什么？啊，还不是你们臭男人，追姑娘的时候一个样，追到手了又是另外一个样，翻脸比翻书都快。哼，对，所以说，耐心对于男人来说就是一个笑话。所以，我们只要享受男人追我们的过程。没错。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一样。谁说的？好，我为和我不一样的男人干一杯。同学们，你们在下笔之前一定要仔细观察这些静物，它们被称为静物只是相对意义上，而一幅画作的成功最重要的是灵魂，是要画出静物的灵魂。
梵高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在梵高的眼里，所有的物体都有各自的生命和灵魂。梵高的向日葵表达的是生命的癫狂和飞扬，而塞尚呢？塞尚的水果是对造物的矛盾的表达。希望大家要认真地体会这一点，体会到物体的生命与灵魂是成为大师的第一步。真是个战神啊！你还真要去上班啊？哎，别管了，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门给锁起来啊。哎，记得吃早餐啊，你有低血糖。看一眼啊，行，正好。美女，傻不拉几的，干嘛去啊？吃饭啊。这刚几点就吃饭，太早了吧？我饿了，先垫垫，借我20分钟，跟我走一趟。害怕了啊？我又不是流氓，你怕什么呀？你说你雷，谁怕你啊？走就走呗。这才7点多，怎么不多睡会儿啊？
太辛苦了，我来吧。别动。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让女人干了，要么男人有什么用？进屋吧。早餐一定要吃哦，喝酒会伤胃。晚上早点回家，我去上班了，爱你。博士啊，你牵着我在这儿溜半天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匹马的性格呢比较内向，我是想让它跟你多接触接触，没准儿性格能有所改变呢。你到底什么意思你？我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别动，放下。我喜欢你简单、暴力，还有那么一点点小洁癖。大哥，你是谁啊？咱有什么话好好说啊。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，像你这样的女汉子心里总会有一位小姑娘。我心里也有一个小男孩，而且一直在收藏你的心。闪闪，怎么是你？吓死我了！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也许走的地方越多，胆子越小了。我一直想鼓起勇气向你表白，可是我又不能接受你尝试走婚的这种恋爱模式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收藏你的作品。是的，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，我要向你表白。哎，妹妹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还有很多作品都非常非常的有创意，到时候你一定要去看，好吗，妹妹？我很喜欢你的作品，大胆。哎，极致，而且有一种邂逅的感觉啊！戴维，你很优雅啊，是，你很性感啊，你很爷们儿，很多女生都非常的喜欢你。那太好了！戴维，你别那么大的劲儿，我有要紧的事儿跟你说。戴维，戴维，戴维，别动！
那就让我继续收藏你的心。谢谢。看来你真是变了挺多啊。是吗？人都会变的嘛，主要看是为了谁。 今天我找你来，主要是想告诉你，我挺感谢你这段时间以来为我做的这一切。在我最困难、最无助的时候，照顾我、帮助我，我挺感动的。我想关心你，我想照顾你，想让你更好。我知道，但是你知道的，我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所以。 我对于婚姻特别的恐惧，我也不想说啊，我再也不相信男人这样的鬼话。但是，我真的不敢，我不敢再把我的人生托付给任何一个人。我觉得这就像是在打赌，我输不起。现在，除了我的孩子，我。 不会再依赖任何的一个人了。我只想要安安静静的把我的孩子生下来，教育他，照顾他，一直看着他长大。所以，我不想要再浪费你的时间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 突然一天没有你的声音，天空偏偏还下着雨，手机没联系也不会信息，气压低的我不能喘气。棉姐。 今天的流水一共是……棉姐，你不看一下今天的账吗？不看了，那忙完了你们就早点回去吧，我去外面走了。闭不上眼睛找不回自己，考验是否爱我爱你，我不要爱情。 来的汹涌，去的无情，飞上天堂，下到地狱，从来没有走过平地。不要爱情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原来一人最后自己，谁能将爱情进行到底？ 不要爱情，我不要爱情，来的汹涌，去的无情，飞上天堂，下到地狱，从来没有走过平地。我不要爱情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原来一。 将爱情进行到底，我不要爱情，我不要爱情。